Hello, Vogue 的朋友们，我是 Mel。等一下下午呢，我就要出发去看 Gucci 的 Fashion Show 了，现在正在准备当中。Come on in。想说整体想要中性一点点，所以搭配了一个半透明的裤袜，选了这个很帅气的眼镜来去做搭配的单品。